明星求问答，大家都说你声音很像陈奕迅。刚刚听，觉得呢？现场好像还好啦，但是 YouTube 听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像。陈先生，请自重啊！我看到新闻，忘记哪一台，下面跑马又是说。蔡依林新 MV 抄袭韩国，那我觉得媒体也可以不用再报这些网友说什么了吧，所以我看到的时候的确有两滴血喷出来，从头上喷，从头上喷，不然从哪里？那到现在会有感觉到后遗症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后遗症，就很想你们。小姐，注意你，不，我都会注意大家到底在写什么。大家都知道伪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每个人不管我讲什么重要不重要，大家至少知道手会画两下。等着问下一题，这样虎视眈眈。这么明显的？很明显啊！虽然我知道大家虽然都不是写些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可是你真的太明显。真的觉得这回答很无趣，不想写，真的连笔都没有动。没有，你要再做足一点，你需要再做足一点。做假动作，对，人家可能画几个圈圈，这样你是点两下，然后就真的都有写好不好？你们刚刚你真的你考我，你要讲，我忘了我在考啊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别人可能还会写说，可能写说心里的感证据是屁话。你们五个里面谁是？哎，不是结束了吗？啊，没有，他关掉了，他关掉了。没有，他红灯还亮着。哎，你们真的都觉得艺人很好骗，对不对？听鬼狼来，干那么精的表演，你少来。八岛。